认输吧。像你们如此这般的人类，是无法赢过本大爷的。还没结束呢，我现在才要和你认真战斗。进入第二形态。哦，这才像话。在哨声响起前，胜负都还是未知数哦。安东尼教练，在阿基眼中，球已经投进了。美优大的总冠军之路啊，就要在这边落幕了。哼，臭小子，你笑什么？你一定觉得这种距离我投不进吧？但如果无法创造奇迹，我和人又有什么区别？什么？该不会阿基要？没错，他准备创造奇迹。别忘了，我可是神啊！哈，篮球之神，请眷顾我吧！比赛已经结束二十分钟，你们要走了没啊？不对，这不是我要的漫画。想看最原汁原味的漫画，就使用 Live Web 吧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是看漫画的全新体验，一只手指一直滑就能看了，另一只手还能吃薯片。想看热血的球赛场面，在家躺着轻轻松松滑到你面前。不要再看演什么不伦不类的东西了啦，快来使用 Live Web 吧。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小不点，怎么还没长高啊？讨厌，人家愿意帮忙，少管闲事。新谢的，一句谢谢总会说吧。你要干嘛？我要领取我的奖励。爱情的、恐怖的、搞笑的，男主角都帅到不行，像是《女神降临》里难以割舍的修豪和苏俊，我两个都要，一定超爽的！不要再看这种不三不四的猴子演戏了，快来使用 Live Web 吧！为什么杀人？没有为什么，因为我喜欢。在死之前。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难道你不好奇我是谁吗？想死之人的长相。一点都不重要。舅舅。怎么样？你这把正义之剑，有办法砍向你唯一的亲人吗？啊！杀了我，你的身世之谜就再也没有人知道。身世之谜，
来吧！是关于舅妈的，对吧？舅妈！你这把杀人之剑，有办法拯救你唯一的亲人吗？啊！呀！在杀你之前，我要把那件事问清楚。受够这种只会嘻嘻哈哈要砍不砍拒绝了吗？那就使用 Live Weapon 吧。这个方便之处就是吼，不用再带一堆漫画出门，一只手机随时随地想看就看。排队买甜甜圈的时候看，搭捷运往买甜甜圈的路上的时候看，吃完甜甜圈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看，随时随地轻松看，快来使用 Live Weapon 吧。分手吧，你和郭阿姨的事情我都知道。哼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曝光了。好，分吧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。最后送你一程，怎么样？用郭阿姨的钱买的车吗？那倒也不必。哼，凭你这种小公主，难道要自己走回家？我送她回家。什么？你？没错，接下来路会有他陪着我。居然认识另一个人？不止呢。什么？你们？没错，接下来钱我都会花他的。你居然认识另外两个男人？不止呢。什么？哎？没错。接下来会有他们分食我的爱。还有多少人一次进来的？这就是我女王的实力，想劈我腿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对。这些奴隶中还包括郭阿姨的儿子，你的未来会怎么样呢？我想是没有未来了吧。我们走。不、哦，这不是我要的。你是不是也想来一场如同把吹风机丢进浴缸中的危险恋爱呢？那就快到 Live Weapon 体验再婚皇后的魅力吧。Live Weapon 现在正在举办8周年手一滑这画超好看活动。只要点击资讯栏下载 APP， 完成活动任务就有机会抽中 iPhone 13 Pro。输入最近红什么专属句号，最近红什么，还有回馈型代币等你们来换哦。好啦，今天的社交能量用完了，拜拜。好帅。我少了一个，少了一个，转呐！我抽筋了，你报应来了！抽筋啊，没用的药，好没用哦！我们时间一直在倒数，对不起，我们给他出两，我的错，都是你。哎，2:30哦，这些钱，等一下，他的脸吗？我有排位。好奇怪的关系哦！我们都是他的什么？爽啦，我后宫。平常他就放在猪笼上，然后我们要麻烦。哎，讨厌，好像机器人哦。我们演戏基本上是要有灵魂的。太感谢了，没有你的帮忙，你超感谢的。还可以吗？先看看你的手有没有事。我哪有用碰拳？哦，好烫哦！哦，他刚没运，他刚没有运气。对啊，没有运气。不对，这不是用威武。爱就是玲珑走。加油，加油！想体验最原汁原味的漫画？怎么会这样子表演？我们刚刚说啊，他出来就不能喊了。举灯的。撸干嘛？我在补妆哎。
应该可以吧？哇塞！